今天我又可以有機會喺度分享。咁今日分享咧就係、好似葉牧師話齋咧，由點樣聽到神嘅聲音，跟住到而家我嘅生命嘅狀況啦，到而家為止我等候神嘅一啲嘅狀況啦。咁喺2011年嘅時候咧，我就知道咧方言係好好嘅，咁我就好想好想有方言。咁我成日咧都會夜晚咧跪喺床邊咧就同神講啦，我話。我神好想有方言啊！你賜俾我啦咁，我都唔知祈禱咗幾多晚啦。咁有一晚咧，我就好痛啦，跪得個腳膝頭，咁咧個人有啲好似飄飄下咁。咁我就坐喺床上邊，咁我就突然之間咧就有一個力量咧，好似喺出邊令動我，係突然之間個人咧係瞓低嘅，瞓低。咁我就瞓低，跟住就聽到有個。聲音朦朦朧朧咁樣聽到，叫我嘅名字，咁我裏面就有啲覺得邊個叫我咧咁，但係又冇人喎，得我一個人喺間房度，咁跟住再叫，咦好清楚啊！今次個感覺就好似有人喺耳仔邊嗌我咁，好清楚。咁我就裏面就即刻有個聲音去回應啦，就話天父。是不是天父爸爸你的聲音啊？跟住就聽到有聲音跟我講話，是啊，我是天父。哇！我裡面就即刻 有一種係好難以置信，同埋好著弱啊！裡面著弱，其實我個人是喐唔到，係裡面著弱。咁跟住咧，我感受到佢個聲音咧係好有能力，好穩重，但係咧又好温柔喎。咁佢同嗌我嘅名字，跟住咧佢就問我一句，佢話你願唔願意為我禁食祈禱啊？咁我入邊就係、突然間就覺得，咦，真係天父，因為我從來冇諗過咧係禁食呢樣嘢啊。雖然我係好想有方言，但我冇諗過我要禁食，我都從來冇禁食過。禁食祈禱咧更加係未曾試過。咁跟住我裏邊唔知點解又有力量，又有信心。咁樣就又好聽話喎，咁就同神講，好啊，好啊，咁之後咧，我就禁食咗三日。咁喺嗰三日裏面咧，其實我而家回想起，我依一刻回想起咧，我都覺得係有神嘅能力喺度幫助我，因為我唔食一餐飯咧，我係頂唔順噶，我個胃咧係會攪住痛嗰種，即係攪到你係一定要食嘢嘅，仲要係食熱嘅嘢嘅。咁當中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可能都會有咁嘅感覺，個胃係唔舒服嘅，唔食嘢係唔得。我係嗰啲人嚟，但喺嗰三日咧，好，我而家諗起嗰三日真係有神嘅能力嚟幫我，以至到我真係又捱到嗰三日嘅禁食。咁三日禁食我做咩咧？我又唔知點祈禱係咪？咁我就其實係閂埋房門唱詩歌嘅啫，我就冇做其他嘢嘅，係咁唱詩歌啦咁。咁到第三晚。咁神真係好好好好，佢真係俾咗方言俾我。嗰一刻我覺得，哇！神你真係俾我，我真係有方言啊！哇！我好開心啊！我喺裏面，我喺入邊嗰度開心出嚟，係真係開心到真係跳起嗰種開心咯，係覺得係。而且咧嗰一刻我係嗰、那個感覺係好似神佢，喂你真係好愛我，同埋你真係我。咁想要嘅嘢，你真係俾我。我以後我可以好好咁樣去向你祈禱，我以後就唔會唔識祈禱啦。咁我係嗰個情緒高漲到係 keep 咗一段嘅時間，我係日日都方言禱告嘅，係日日而係由朝到晚，即係都唔知講乜，但係我好相信同埋我好中意呢個禱告，所以我係覺得呢個禮物係從神嗰度嚟嘅咧。我是感受到他那份他很重視我，而且真的他的愛呢我感受到，因為他給了這麼大的恩賜給我，那我就覺得好了，我現在我裡面有什麼不開心，有什麼的憂傷，有什麼的需要，無論我工作，無論我家庭、兒女、婚姻，我都可以用方言去禱告，而且那個禱告是神一定是喜悅，神是一定聽的，我很肯定。所以我就好一段時間我都是成日方言禱告的。那
嗰程度係直到我個女咧都喺度學嘅，係學我啲音，因為開頭係單音字，係好經常性做嘅嘢。咁由之後咧，我就開始認識咗葉牧師，做咗一個釋放嘅禱告啦，即係大家都知啦，上次嚇，因為有神嘅聲音，亦都有魔鬼嘅聲音喺進入我裡面。自從葉牧師同我釋放咗之後咧，我又開始咧學葉牧師咁樣愛慕神嘅禱告啦，好愛神嘅禱告啦。咁咧就喺屋企咧就做啦，好似頭先我哋敬拜咁啊，咁就會唱一啲詩歌啦，跟住我就會同神讓耶穌講：啊，耶穌啊，我好愛你啊，我好需要你啊，我好需要你啊，你好好啊，好多謝你，我好感激你。咁我就一路係做緊嗰個咁樣嘅愛慕神嘅禱告啊。咁喺呢個經歷入邊咧，又愛慕神咧。慢慢我開始，開頭咧我都係開聲嘅，即係有感覺嘅同神講，我好愛你啊，耶穌。咁之後咧，慢慢一段時間之後咧，開始咧，我聽咗詩歌之後，由詩歌去帶領我進入嘅時候咧，我講嘅説話就開始少，開始係心底裡面講，其實講嘅都係呢啲，都係我好需要耶穌，我好想同你一齊。你好好都是这些的，在心底里面讲就不再用口去讲了，是越来越少，跟着由心底里面讲就一路享受跟神的互动。我是觉得这个是心灵和神去相交的一个过程。我一路都做紧的，一路做。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呢又很奇妙，我呢就开始講，即係心靈裡面說話開始少，但係我依然係嗰個愛神嘅狀態，我嘅心思亦都係愛住耶穌嘅，但係我裡面嘅說話少，神亦都唔多說話同我互動，因為頭先講係聽到神講嘢，其實我好愛神時，有時神都會回應啊，女兒我喜悅你啊，我都好愛你啊，咁即係佢都會互動嘅，但唔多，多數係我自己係咁講啊。咁好啦，喺心靈嘅裏面嘅層面咧，慢慢咧，神又將我帶到一個越嚟越安靜嘅狀態。安靜嘅狀態就係我唔再講，而係整個人啊，整個身這個身體啦、靈魂咧，係成個人都浸喺嗰個狀態入邊，即係有愛神嘅狀態裏面。但是我没说话，但是我就是爱神，我就是很强烈感受耶稣是跟我一起。那慢慢这个状态呢，神就开始呢，现在我都是这个状态的，一坐低我是一进入去爱慕神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是静态。那跟着有一股力量呢，就由头顶那里落来的感觉，是跟着呢是会令到我整个人是跌低的。咁所以我而家等候神咧，我唔会企喺度，因为我会跌嘅。即系好多时候都系会嗰、那个力量系令到我整个人向后跌嘅，所以我唔会企，我系坐喺度等候神。咁而家神嗰、那个力量一进入我里面的时候咧，我就会成个人向后跌，跟住咧就会开始有时会有神嘅声音啦，佢会同我讲嘢啦，吓讲。傾偈啦，有時我又會同佢傾，有時佢又會俾啲啟示我，有時咧佢就會甚至乎係帶我去天堂啊、地獄，甚至乎係一啲佢喺地上一啲係復興性嘅計劃，佢都喺嗰個時候嚟同我講，咁喺嗰個狀態，其實去到咩時候係叫做等候完咧？其實我沒有劃定一個時間，我要等半個鐘或者幾時，我沒有一個時間去框住自己等幾耐，而是在那個時候神的同在，神有時他會跟我說OK 了，你起身了，那我就會起身了，有時我會自己醒的，自己擘大眼那就起身，是很自然，是沒有拘束、沒有限制。因為在我初初認識等候神的時候呢，其實我都去等的，但係嗰時咧，我就好劃分嘅，愛慕神就愛慕神，等候神就等候神，我係分兩嚿嘢嚟做。原來咁樣嘅等候咧，我發覺咧係等唔到嘅，因為冇愛神嘅狀態裏面，你齋坐喺度等咧，你係好乾，
係唔知係等乜，而且咧嗰一刻自己係裡面就係覺得啊，我等神，神咧就會喺我裡面咧去動工啦，神咧就會改變我啦，我咧就會越嚟越似耶穌啦，我咧就每一日咧我會要等15分鐘啊，一路加上去。其實我初初都會咁樣去方式去等候，但係發覺咧原來係冇辦法等落去啊，因為我而家知啦，因為跟嗰咁樣嘅等候，咁樣嘅心思意念去等候神，其實係冇將神成為一個中心點，或者咁講係一個焦點。個焦點咧已經係偏離咗神，因為係想神做啲咩喺我度，我要等幾耐，所以嗰個等候咧喺我嚟講，我係等唔到落去咯。但係當我繼續堅持，我去愛慕神，又喺同神嘅關係裏面，我渴慕神，我好中意神，我好想同神一齊。喺呢個狀態裏面，我可以等，而且喺呢個狀態裏面，神就可以做佢自己想做嘅嘢，佢就帶我去天堂啦、地獄啦，去其他嘅國家，話俾我知一啲嘅復興嘅計劃、一啲嘅狀況。咁喺呢度，其實我好鼓勵各位弟兄姊妹，其實大家都唔需要去灰心話等候神，乜都等唔到咁樣。其實初初係我覺得一定等候神，一定要同愛神去連埋一齊，唔可以分開。你愛佢，你先願意等，你先願意用時間去同佢一齊去互動。其實神係最想我哋係咁樣，而唔係想我哋為著個人嘅一啲嘅嘢去向住佢咯。而神係好想我哋單單就係愛佢，建立更深、更深、更深嘅愛嘅關係。當我哋願意咁樣做嘅時候，其實神佢自然會提升嘅。因為我經歷就係話，我冇諗過神要提升我，但係當我咁樣去愛慕神嘅時候，一路做一路做成，我發覺神係一步一步去提升，一步一步去將佢嘅嘢話俾我聽。我曾經試過一個好深嘅就係神話俾我知，你去為呢個人傳福音，而嗰個老人家佢係120歲，我係冇見佢4年，咁神就首先佢係將我帶去地獄，跟住上天堂。他就話：你想不想你的親人有去地獄？我話我好不想。跟住神話：我會俾能力你，我會與你同在。就是因為主耶穌簡單的兩句説話：我會與你同在，你去啦，我會俾能力你。咁我就去。第一次去探那位老人家，我是跟他決裂了。第二次我再去的時候，他是願意去。將佢自己去歸向主，係願意受灑水禮。我係叫牧師係親自去到同佢做灑水禮嘅，所以我好相信咧，我哋去等候神係一個雖然係一個漫長嘅，但係只要我哋有愛神去作為一個根基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一路 keep 落去嘅。就好似諗翻當初我哋即係拍拖咁樣，你都好願意去。幾個鐘頭對住一個人嘅係咪？你唔會覺得厭噶嘛？你日日對住佢，你都好想啊！如果唔係，大家唔會話去進入婚姻啦，係咪？我會咁樣形容我同神嘅關係，就係因為我愛佢。我連我自己老公，我都願意用時間同佢食餐飯。咁點解神咁好？神俾咁多嘢我，神咁愛我，點解我唔可以將24小時裡面，我唔可以用多啲時間去同佢一齊咧？同佢一齊咧，去心靈去同佢相交，去愛佢，單單就係坐低同佢一齊。知道，因為聖經都有一句説話，令到我好有好有信心嘅就係、是，大家都知嘅嗰句就話你親近我，我就必然親近你。所以當我等候神，我遇到好多雜念嘅時候，一入嚟嘅時候，有時我會同神講：係啊，主耶穌，我而家。我是親近緊你，而你都一定是親近緊我，你都一定是愛緊我。所以我遇到雜念的時候，我不會用禱告去棄絕，我只會是輕輕由得佢過，跟住我的注意力依然喺翻神嘅自己身上，唔會話因為我試過一禱告的時候原來我自己已經走出了那個等候神的狀態，是走咗出去嘅，其實是可以不理嘅啲雜念，只是單單去翻去。望翻耶穌就得，而
而且我覺得都不需要有自責。譬如初初等可能好好辛苦，或者真係唔覺得有啲咩，或者今日大家聽到哇 ，Esra 你又聽神講嘢，有咁多指示，我乜都冇。其實我覺得呢啲嘢都唔需要放喺裡面咯。神對我哋每個人都有佢一定有佢嘅計劃，而且神係定義去提升大家，呢個係一定嘅。大家坐喺呢度，每一個都係被提升，都係被神所用嘅，都係為神去做嘢嘅，而且。我相信我們由這個等候的領域裡面，我們都一定會進入到更高的層次，是一個榮耀的領域。我盼望我自己是可以進入那個榮耀的領域，跟著我也都更加之盼望大家弟兄姊妹都一同進入那個榮耀的領域。我覺得我們都要去備心機，去更多去親近神，更多去愛神，因為神是一定很喜悅我們，我們每一個都能夠神喜悅的兒女的。多謝大家。